是不是？嗯，出去溜达溜达去。溜达啥呀？天多好啊，上外溜达溜达去呗。你是有事儿吧？我想给咱家会个朋友。啊？我想在咱们家会个朋友。会朋友？啥朋友啊？想老伴儿。想老伴儿的。嗯。干啥的？干啥的跟你还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是没关系。你找一个咋的也得比我强啊，要不白找了吗？我帮你把把关。哎呀，人家住一千多平米的房子，管两千来人，不如你。那太好了，那是老板呢。啥钱来呀？一会儿就到了，你别搁这闲聊了，快走吧。那我先出去啊。你先出去。行，我上哪躲一会儿再说。你出去呀。讲好了啊，你们谈好你就出去结婚去，都没事儿，好不好？你愿意要啥你都拿走。哎，可真是的，自从拿我回扭秧歌之后，你看看我这人缘，主动往咱们家送饭的，送药的，还给我送着暖水袋的。照顾我照顾的多详细，今天这饭也送了来，你拿上外奖赏，你就出去吃去去。我上哪吃去？上那边吃去。哪是门呢？那边是门，都懵了，你睡懵了你呀。哎呀，海燕儿在家不？开门呢，海燕儿。就怨你磨叽磨叽，让你出去，你说你就不出去。来了，这撞上了，说点啥？来了吗？那还不是。那我咋整啊？你搁这你是出不去的。那我就出去呗。你出去咋说？我出去，我说我刚谈完没行，你来谈来吧。我干啥的？我一个接一个谈啊。这不显得你火吗？你这应接不暇吗？左一个右一个谈，这显得你身价高了吗？行不行？我出去。你拉倒吧，你搁这不能出来。你出来撞了没法说，你不行你从窗户走吧。我从窗户走，我就彻底走了。这是六楼。那你就搁这坐着。嗯。那你就坐这儿，一声别吱，我说啥是啥啊。行。海燕，开门呐！哎。哎呦！海燕。这么大岁数写这干啥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真的吓死我了！这怎么还有个人啊？我表哥。啊？表哥。表哥呀。哎呦我天哪，那表哥在，你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呢？什么礼物都没带，两手空空。表哥您好，没带什么礼物。这不带了吗？巧克力夹心饼干。哎，表哥真幽默。哎，快坐坐。嗯。哎呀，这被表哥住这儿了，住多少年了？我搁里屋住20年，搁这住1年。那个表哥瘫痪，我一直伺候他。瘫痪了，哎呀，遭罪呀！你说家来客人了，烧点水去。啊？家来起了，烧水去。我不瘫痪吗？我忘了，我去烧水去。你俩唠啊，后遗症，说啥话呀？招头不招尾的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好，去，别瞎说啊。你是本地人吗？本地。有60多岁啊。54，五斤，54，那长得可够着急的。
真幽默。您俩命相不合，他是属猴55，你54属鸡，我看成不了。没那说，那都过去了，现在都看星座。我双子座，他白羊座，星座特别合。大哥，你什么星座？我是沙发座的，我瘫痪，哪也去不了了。我问你星座，你星不星座？我也得搁这坐着了，瘫痪。哎呦，这表哥，这看是整不明白了。给客人的啊，我看看你谁谁。茶叶都没沏开，你喝吧。这给客人水，你说你抢着喝什么？你上那屋待会儿去吧。啊？上那屋去呗。我瘫痪，你咋老忘了？那好了。那什么，那你在这吧，咱上那屋去。那个，哎，哎呀，真不容易呀、啊！伺候这么个瘫痪的表哥20多年，不简单呐！哎呀，谁摊上都得这样。那就那么说，谁摊上谁够呛。那海燕，海燕呐，你既然对我没什么别的看法，那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。那个明天呢，我就搬过来，咱们一起住吧。怎么的？你咋又来了呢？我就打听打听你们怎么要搬这儿住来。我要搬过来，这多好啊，小家。你那不有房子吗？那表哥上哪去？嗯，搬出去呗。我搬出去？你让我上桥洞住去？咱都讲好了，你那不有1000多平米房子吗？没心呐，太旷，太大了，来回求点东西都得用车推呀。我那屋灰也大，是吗？嗯，像咱们这么大岁数收拾一回太费劲了。是啊。那表哥，你要是不嫌哦，那咱们三个住一块呗。咱仨住一起呀？啊。那不行，2000多人我都伺候了，不差表哥这一个人。等我过来了，我跟海燕一起伺候你。表哥，我伺候人伺候你可好了呢。啊啊啊！你这是干啥呀？我这让你伺候一天就能把我伺候走了。他也没说非得要搬这儿来，也没说撵你走，你又过来干啥呀？谈对象呢，就坦诚点，把自己的整回事都跟人说说也就完了，是不是？那个，你结过婚呐？哎呀，那都20多年的事儿了。有孩子没？没。20多年不要孩子，因为啥呀？老头不行。老头哪不行啊？怎么的？我说老头不行，你咋还不愿意呢？老头不行怎么的？老头有病。老头啥病啊？不生。你别那么整了，你搞对象你就说你的事儿得了呗。老头好好的，咋又不生了呢？老头死了。老头死了？啥前死了？没死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那不还是死了吗？你咋这样呢？怎么的？我谈个对象，你还非得给我搅黄了就好呗？你谈对象谈你的，是不是？也没说不让你谈对象，你别埋汰你老头，你老头好好的。另外，你还说们不生，不生孩子哪来的？你都有孩子了，孩子都有孩子了，
你就实实在在的，你们俩成了，成了就赶紧和就是好好过来。就想跟他说那意思，我轻手利脚的，我啥负担也没有，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。你是没后顾之忧，你别给别人整后顾之忧啊，是不是？那你的意思，我就实婚全都告他呗？你就实婚告人，你咋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离婚了。咋离的？性格不合。因为啥？毛病太多。啥毛病？就打呼噜。打呼噜不算病。你有呼噜吗？我也打。估计情况你也打不出啥声的。你这呼噜多大呼噜啊？你看看人家那呼噜，那俩人吓死你。你刚一睡着给你吓醒了，你踹一下不睡了，瞪眼瞅你那睡，像守灵似的，吓人不？你说你吓人不？我告诉你，也就我这样，你要想跟人家好好过，坦诚地告诉人家你有啥毛病，我祝福你们，是不是？嘿，就这老头说实话，这人挺好，人家又给你送暖宝，又送这送那个送那个的，一般人能吗？一瞅就是说实话的人，是你送的啊？是不是我送的？是不是你送的？是不是我送的？是不是你送的？是不是我送的？到底是不是你送的？就是是不是我送的？说多少遍了，这俩。你听明白没？我没听明白，谁送的都是。就是不是我送的。那你就把事扔了得了呗。不是你送的，谁送的？谁傻呀？给你送啊？这些年还有比我了解你的？我天天把饭给你做好了，我不敢给你端去，怕你不吃。完事儿呢，就放门外头。我说有人给你送饭，这家过去做饭，你那个就是、哎。不对，你做那饭啥味儿？我都吃一辈子了，我还不知道。这饭可香了。可不是吗？原来就是不香吗？这送外头放一会儿，拿回来了，这家你吃的，那就变味儿了。你说啥？不是，那你做的，你还扯这干啥？你就说得了呗。我说啥呀？说你吃吗？你别说我害你，给你下药了，谁能了解你？另外你还得注意，他腿也不好，有老寒腿，腰又疼，我又给他送暖宝。以后啊，你们俩好好过，只要这屋给我腾出来，你就上他那1000平米住去。哎呀，那你就是他老头吧？你看着没，啥都看出来了。嗯，我听到这儿我才明白过来呀。哎呦，那个这么好个大哥海燕呐，你可长点心吧，这才是最折腾你的人，这才是最爱你的人呐，你可别瞎整了，还把我领家了，你胆多肥呀你呀。我要告诉你，我那1000多平你指不上了。我那是单位锅炉房。那你在附近管2000多人呢？供暖呢。你就烧锅炉的？那个大哥，我就不在这常待了啊，这回我待也待不下去，那个到点儿了，我得拧秧歌去了。海燕呐，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，记住了。个损色，你瞅瞅。去扭秧去吧。咋的？不去我去了。你去干啥去？我再不去彻底就瘫痪了。我全扭了。先练练眼神的。那你去扭秧锻炼身体吧。好。死老头子。这回就搬这屋来了。好。我跟你去扭去。好。走。